来这边还有一个拍照景点哦，还有一个虚线让你朝圣者站在上面，背景就是这边著名的天主教堂。上面有提到我们距离圣地亚哥终点还有575公里，加油！好近哦，就在这个隔个一座墙就看到两只驴子。Hello， Camino。来，我们的朝圣之路又来到一个海滩了，要找一下路哦。看旁边的朝圣者，也不知道是要走沙滩还是走这个木栈道。来看看这个北方之路的地形，我们刚刚从这个社区啊，沿着这个公路一直下滑到这个沙滩之后呢，然后再从这个沙滩的公路这样子一路上升。而北方之路呢就是这样子，沿着海岸上上下下，你要做好爬升无数的准备。来，我们刚刚下滑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，叫做 San Vincent。 这边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中世纪的古桥啊，它就连接着这个城市，然后这个河道中呢还有停一些游艇，只是现在风非常大，这个城市很漂亮哦。我们快要到达我们今天晚上要住宿的地方了，不到10公里，加油！这边有一个那个 Camino 的拍照地，沿途就带引你走向正确的方向，确保你没有走错。来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好，我们今天入住这个朝圣之路旁边的一个小城镇 Estrada 的民宿。来看一下这个民宿，外表非常的温馨哦，还有种满了这种植物。可以看到这么多登山杖跟登山鞋放在外面，这就是很多朝圣者来这边居住。那这侧边呢，主人就贴心的帮我们准备了自行车停放处，我们的自行车停在这边很安全。那每个朝圣者呢，一住到饭店里面就是洗澡跟洗衣服，这边有专门洗衣服的地方，当然还有晾衣服的地方。这个是室内区域，他说用早餐的话会在这边，但是我们没有订早餐。主人看起来非常喜欢鸡，满满的瓷器啊，可以供很多人同时享用早餐。还有一头山猪。我们的房间在2楼，来看一下这个彩绘玻璃也是挺有味道的。来，我们开箱一下我们的房间，105号房，这种是绿色丛林系的这种主题双人床，还有充满动物还有花朵长颈鹿的壁纸，还有这个还有蛮温馨的台灯的。来看一下窗外，真的是乡村啊，真的是在朝圣之路旁边而已。那接下来了，这个就是洗手间，西班牙乡村风味，小小的淋浴间，还有一个这个泡澡的地方，不过应该是没办法用。走出来看一下整体的房间的状况，绿色的很顾眼睛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奥维艾多，那这里是雅斯图尼亚区域，这里要来试试看地道的美食。我们找到一家评价还不错的，那这边有这个5间套餐14欧元。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点了第一个，这个是这边著名的法比达扁豆，然后还有第三个应该是什么饭的吧，然后这边是炸肉排，跟最底下它是说什么低温的排骨，然后这个家有附饮料跟面包还有甜点。我们看一下菜色怎么样，看一下户外区满满都是人，但户外区有抽烟，我们坐里面，这看起来就是一个酒吧的样子。他们中午做午餐可能是做好玩的，价格实惠，人超多。
它饮料部分呢跟其他地方不一样，其他地方有些可以选红白酒，这边就是水跟可乐，还有一个什么糖水的听不懂，我们就点了可乐，还有大冰块哦，蛮讲究的哦。每次来吃这个西班牙的五间套餐就觉得分量非常多，有时候一个人吃啊，你中午吃晚上都吃不下了，请看这么一大盘的面包，这大概是稍微快一条吧。然后对这个第一次体验哦，五间套餐哦，期待吗？我期待可以跑到天灵盖。来，我们的法比达上咯，这个就是这边的炖豆还有一些肉肠，那你的是应该是炖饭吧，看起来等一下吃一口跟大家分享一下口味怎样，希望不要太咸。看看这个炖豆里面有这些腊肠啊还有猪肉，这个味道还不错耶，不会太咸，然后搭配这个面包非常好，而且这是第一道菜啊，这种五间套餐都有两道菜让你吃的饱饱饱。那你的炖饭呢，我刚刚看来吃了一下，味道还不错，不会太咸哦。它很像那种炖猪肉之类的东西，然后呢把它炖得烂烂的，然后跟它的炖饭一起在煮。哎呀，你刚刚不是点那个肉吗？怎么变成鱼了？我刚是点肉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要感觉像是低温热盘的样子，要跑出来鱼了。你看，那个是低温的。没有啊，我这个是这边的名产啊，炸肉排啊，它好像是用羊肉炸的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这就是点菜的乐趣之一啊。有时候你点的东西跟你来的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。哎，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亚斯图尼亚的肉排，这两片肉排中间呢夹着火腿，有些呢还会夹着起司，有加一点起司，这是非常经典，在这边呢几乎每间餐厅都会卖的。那有些呢它会做超大，因为我们这个是五间套餐，所以它的尺寸比较符合这种五间的分量。来，我们的甜点起司蛋糕，那你那个是说什么传统的甜点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可丽饼面包奶油，是不是？在走 Camino 的路上，到处都有这种不同形式出现的指引方向，特别有意思。建议大家可以看到特殊的就拍个照留念一下。出发！来看看我们总监手上拿的什么？这里热门的甜点店。好多人哦，我们买了一个这个 Oviedo 最传统的一个甜点，他自己写说 Cabellon 这个，他是说是这边传统的甜点，我们就买一个来试试看。好多人哦，你看看里面多少人。这个 Cabellon 有小的跟大的，这个是小的 1.95 欧元，我们是买大的 3.1 欧元，看起来还蛮贵的呢，我们不知道里面包什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买的甜点了，这个就是这边当地的特产卡巴勇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来，我们总监试一口卡巴勇，来看看什么样的味道耶。来，吃了几口之后感觉如何？这个啊，最好是配个咖啡会比较好，因为它外层啊就是有点有那种糖浆把它包围起来，酥酥脆脆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它最上面的这一个吃起来啊，很有那种糖沙砂糖颗粒感，蛮有脆度的。哇，我刚刚试了一口，它这里面的蛋糕体啊，就是满满的杏仁啊，但是它杏仁味道没有很重。但是比较惊讶的是说，它这个底下的外皮是酥脆的，然后再搭上上面的一些糖浆的样子，我整体吃起来不是说太甜啊，我还可以接受范围。但是你如果配茶或咖啡，那会是更好的。推荐这个在艾维利亚这个特色甜点给大家。来，我们今天做这个 Oviedo 的庇护所，这边它的外观非常的朴实，但是该有的都有了，干净的床跟干净的卫浴，有点像学校里面的宿舍一样，空间很宽大。这是进来的样子，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厨房，可以很多人在里面用餐，可以用微波炉。然后我们现在来这一个庇护所的 check in 柜台，这边 Google 评论说他们这边的动作非常的慢，看起来也是如此。
他刚刚不知道在忙什么，我们现在在等这里呢，一个晚上7.5欧，他还有付一次性的床单，要 check in 就准备好你的朝圣护照，他这边有印章，等一下会被你盖。来看我们的五人房，这个房间呢，这个庇护所像宿舍一样啊，那他都会给这种一次性的这种床包，自己把它套上。这是走廊的部分，有没有感觉很像宿舍一样？地砖呢非常复古，那空间很宽敞。